兜了。我这是第三兜了。我兜大。我兜大。一兜顶三兜。不信 PK 呀、啊。我先看你踩多少，我先拎一拎。不要死。哎，你别说，你这一兜真挺大的。为什么我这个兜那么小呢？他们给我设计的，咋设计的？你装的不实诚，我第一兜的时候都快把脖子勒断了。你装实诚干啥呀？这兜得嘎呗。好，你拎拎。那差不多。差不多 ，PK 不 PK？ 来吧。来。哎呦天，这差啥呀？这是我哥的。那你要输了怎么办？今天你说怎么办吧？我想不出来呀。你想不出来？我也不能用上你啥呀。哎呦我天！我回去撸串儿。行，你说的。真的。你踩几兜了？我踩两兜。两兜也不少。你踩三兜了吗？不都。嗯，我踩三兜了。你刚刚在上面看上野猪了。啊。野猪挺大。看上野猪了，还看上野猪窝了？看着野猪了，跑了。你又跑我菜地里扑腾了，那还有，等我上哪，顶上都没出，那下面是挺多的，你就在这溜吧。你大姑父也不知道跑哪去了。你不怕把我大姑父整丢了？你回去没法跟我大姑交代。他丢了行，你哥外丢了。这说明我在他心目中还是有一定地位的。哎呦，看小刀又踩了一兜，他背不动了，背不动了，站住了我一围裙。我估计我也就背那些了，那些不少了，你看，你看，小刀那些不少了。比不比啊？比呀、啊。多少嘛？你稳输。我就让今天就让你知道什么叫做士可杀也可辱。你就背心吃饭嘛。都没撑，就认输了。输了。我看是没分输。差老多了。就差几斤。行，那我回家，我给你，我就现在，我就给你告诉你，嗯、最少得差十斤。那大伟这些也得对，不到二十斤，十五六斤吧。嗯、你妹子都快都得有二十五六斤不止。我还赞助了我爸一围裙，我背不动了。赞助你。不用不用，我背没。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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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呀，我能背回去。那不是我不能又让你请客，然后又让你干活了，那我不人道了，那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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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能背动。你问凤姑，我去年背过二十斤，啊，我哥不相信我。你背二十斤，你哪趟都没少踩。大概都冒尖儿了。一点儿。这都财迷，你这个丝带的还少啊，凤姑姑，你绝对有五十斤了，我感觉。光背你这。你让我哥背，我哥背半道行，能背动吗？哎呀，我可不用你背这个，那我要背，我还不如往你那里装点呢。我不用你背，我再磨点，去，咱俩再一磨一把，给你装你那里。要了吗？踩啥了？快快快！那怎么还小了没进呢？你没打药吗？打了。那你先背着走吧。来，我给拎着。出发了，你看小刀踩了不少，今天啊，快一袋子了。哎呀妈呀！那我给你收起来。哎呦，我这，我操！你这个能塞进去吗？这胳膊塞进去了，背背就好了。背背就松了。反正呢，不，他有劲儿，他那个有劲儿，他没事儿。不扁了，他不累吗？背背就好了。慢点。我帮你啊。哎呦，我这没那么词儿，我这是你说那个。我爸还在那说他踩的少，踩的少，这叫少啊！可以了，今天你看一个个的，都扎嘴了。看我的屁股都蹭埋汰了，叫我哥打的。今天天气反正没事找事，谁闲没事打你。